至元十六年至，其属复建。双县局，提领一员，副使一员。至元十八年至，授詹事院。札。大小牧局，大使一员，副使一员，执常一员。至元十八年。至，授詹事院札。元贞元年，并领皇后为下牧局。PG 1509。河波局，大使一员，副使一员，执常一员。至元七年立，授府札。管纳色提领一员，授府札，管同局、金局、所儿局、庄丁局、雕木局。至元三十年至，臣至提举司，至从五品，达鲁花赤一员，提举一员，同提举、副提举各一员，吏目一员，司吏四人，布役二人，掌缝制知事。至元二十九年至，设官四员，授院札。大德二年，升提举司。至治三年罢，泰定四年复置。上都、大都雕属软皮等局提领所，提领二员。至元九年至，授府札。二十七年，给从七品印，改授审札。大德十一年，给从六品印，改授赤牒。至治三年，仍改授审札。其属复建。大都软皮局，使一员，副使一员。至元十三年至，斜皮局，局使一员，副使一员。至元十三年至，上都软皮局，局使一员，副使一员。至吴十三年至，牛皮局，大使一员。至元十三年至，金丝子局，大使一员，副使一员，执常一员。至元十二年至，掌金丝子降造作之事。化油局，大使一员，副使一员，执常一员。至元二十年至，授詹事院札。詹局，提领一员，大使一员，副使一员，执常一员。至元十三年，收集人户为詹将。二十六年，使吏局、财木库、大使、副使各二员。至元十六年至，掌造作财木、玛瑙玉局、大使、副使各一员，执常二员。至元十四年至，大都奥鲁提领所，提领一员，掌礼仁将祠讼。至元十八年至，授詹事院札。上都奥鲁提领所，提领一员，同提领一员，掌礼仁将祠讼。至元十八年至，授詹事院札。PG 1510。上都异样毛子局，大使一员，副使一员。至元二十年至，授詹事院札。上都詹局，大使一员，副使一员，执常一员。至元二十年至，授詹事院札。上都斜皮等局，大使一员，副使一员。至元二十年至，授詹事院札。为周定安等处山场采木提领所，至正八品，提领一员，大使一员，副使二员。至元十二年至，上都龙兴等路杂造安子局，提领一员，大使一员，执常二员。至元二十二年至，授詹事院札。真定路冀州杂造局，大使一员，
副使一员，掌造作之事。至元十九年至朱翠菊，大使、副使各一员，直长一员。至元三十年至管领大都等路打捕英防烟粉人户总管府，至正四品。至元十四年，打捕英防打鲁花赤，召集平栾散役人户。二十九年，立总管府。大德十一年，波利皇太后位下。延佑六年，升正四品，至打鲁花赤一员，总管一员，首领官一员，令史四人，议史一人，奏差二人。管领本头下大都等路窃连口名将总管府，国初召集窃连口哈赤名将一千一百余户。中统元年，立总管府。二年，给六品印，掌户口钱薄差发等事。至元九年，波利安西王位下。皇庆元年，又属公主皇后位下。延佑元年，改立张庆司。天历二年，又改立储政院。打鲁花赤一员，总管一员，俱授御宝圣旨，同知一员，副总管一员，俱授安西王令旨，知事一员，令史二人。其属附件，知染提举司，至正七品，掌织造缎匹。提举一员，授安西王令旨，同提举一员，本府拟人，副提举一员，都牧一员，举 PG 1511。授安西王副札，司隶一人。管明提领所，凡三，大都路兼奉圣州提领六员，曹州提领二员，河间路提领三员，授本府札。管的提领所，凡二，奉圣州提领三员，东安州提领三员，授本府札。管领诸路窃连口名将都总管府，至正三品。至元七年，召及西居从良还俗僧道，编辑人户为窃连口，立总管府以领之。十四年，以所立户口善造作，属中宫。十六年，立之染杂造二局，以私造作，立提领所以私徭役。二十五年，改升正三品。延佑六年，改善用司，仍三品。七年，复改府。打鲁花赤一员，总管一员，并正三品，同知二员，正五品，副总管二员，从五品。经历知事提控案读监照模各一员，令史五人，役十一人。其属附件，各处管明提领所，至正七品。河间、益都、保定、济宁、晋宁、大明、济宁、卫辉、宣德以上九所，提领、副提领各一员，乡副官二员，典史一人，司隶二人。汴梁、曹州、大同、开元、大宁、上都、济南、真定以上八所，提领、副提领、乡副官各一员，典史一人，司隶一人。大都、归德、鄂汉以上三所，提领、同提领、副提领各一员，乡副官一员。大都增一员，典史、司隶各一人。知染局至正七品，大使、副使、乡副官各一员，典史、司隶各一人。杂造局至正七品，大使、副使、乡副官各一员，典史、
PG 1512。私立各一人。洪州一警院，至正七品，大使、副使、直长各一员，典史。私立各一人。丰州毛子局，至正七品，大使、副使各一员，典史、司隶各一人。晋山毛子炫将局，至正七品，大使一员，典史、司隶各一人。徐丕提举司，至正五品，提举、同提举、副提举各一员。吏目司隶各一人。广备库，大使、副使各一员，具授院闸、汴梁等路管民总管府，至正三品，达鲁花赤总管，同知府判各一员，经历知事，提控案牍各一员。国初，历袭州总管府，领归附6300余户。元贞元年，又并受引归附民户2400余户，改汴梁等路管民总管府，掌各屯佃户岔发子吏。吏徽正院。泰定元年，改吏詹事院，后吏除正院，其属库仪。提领所八，管佃提领12。常银库，大使、副使各一员。提领所。新将户，真阳、新蔡、袭州、汝宁、陈州、汴梁、郑州、真定。以上八所，每所提领各一员，副提领，相副官有差。管佃提领。汝阳五里冈，许州偃城县，青龙宋冈，陈州向陈商水等屯。分山区堰，许州临颍屯。许州乡城屯，汝阳金乡屯，引风堰。遂平衡山屯，上蔡福兆屯，汝阳县燕亭屯。以上时有二处，各设提领二员。江淮等处财富都总管府，至正三品。达鲁花赤，总管各一。PG 1513。元。并正三品，同知一员，正五品，副总管二员，从五品，经历知事，赵摩坚提控案牍各一员，令史15人，奏差15人，议史一人，典吏3人。至元16年，以宋谢太后、福王所献事产及甲四道地土、刘坚等田，立总管府以治之。大德四年罢，命有司长其父。天历二年复立，其父复归焉。储用库，提领大使、副使各一员。杭州知染局，大使、副使、相副官各一员。扬州等处财富提举司，达鲁花赤提举，同提举，副提举各一员，提控案牍都募各一员，其属附件。安庆等处河伯所，提领大使、副使各一员。健康等处财富提举司，达鲁花赤提举，同提举，副提举各一员，提控案牍都募各一员。健康之染局，大使、副使、相副官各一员。黄池之染局，大使、副使、相副官各一员。健康等处三湖河伯所，提领大使、副使、相副官各一员。池州等处河伯所，提领大使、副使各一员。平江等处财富提举司，达鲁花赤提举，同提举，副提举各一员，提控案牍都募各一员。杭州等处财富提举司，设官同上。
陕西等处管领毛子将提举司、打鲁花赤，提举各议员。国初收集织造毛子人将。至元三年，置官二员，皆世袭。招工万户都总使司，至正三品。都总使二员，正三品，同。知一员，从三品，副使二员，正四品，经历知事赵模各一员，令使六人，役使六人，知应二人，妾礼马赤二人，奏差六人，典吏四人。至顺二年立樊文宗前抵户从之臣，皆领于市府，其属则公相、善公等司。公相都总管府，至正三品，打鲁花赤二员，都总管一员。PG 1514。副打鲁花赤二员，同知二员，副总管二员，经历知事提控。按独成发价格各一员。至顺二年，罢公相府并贺御司，改妾廉。口前粮总管府为本府，知染杂造人将都总管府，至正三品，打鲁花赤一员，总管一员，同知一员，副总管二员，经历知事提控案牍赵模各一员。至元二十年，为管领知染段匹匠人设总管府。元贞二年，以营善好凡，事务冗至，升为都总管府，立徽正院。天历元年，改立楚庆史司。三年，改属公相。知染局，至从七品，大使一员，副使一员。至元二十三年，改知染提举司为局。临景局，至从七品，大使一员，副使一员。至元八年至九年，以招收西居放粮还俗僧道为工匠，280有二户，叫习织造之事，遂定制以上官。文景局，至从七品，大使一员，副使一员。国初，以招收漏籍人户，各管教习吏局，领送纳私营物料织造断匹。至元八年，设长官。十二年，以诸人将赐东宫。十三年，罢长官，设以上官长之。中山局，至从七品，大使一员，副使一员。国初，以招收随路漏籍不当差人户，立局管领教习织造。至元十二年，以赐东宫，遂定制局官如上。真定局，至从七品，大使一员。国初，招收户籍中统元年至，长之染造作。至正十六年，以赐东宫，设关西如旧。洪州前麻陵纳师师局，至从七品，二局各设大使一员，副使一员。至元十五年，招收西居放粮等户，教习人将之造纳师师于洪州前麻陵二处置局。十六年，并为一局。三十一年，徽正院以两局相去一百余里，管办非便，后为二局。大明之染杂造两提举司，至正六品。至元二十一年至长。PG 1515。大明鹿鸣户内织造人将1540有其，各置提举，同提举，副提举一员。三十年，增至杂造打鲁花赤一员。
公用库，至从九品、大使、副使各一员，受徽镇院闸。国初为临景总库，至元二十一年改为公用库，管领诸路打捕英防纳棉等户总管府，至镇三品、打鲁花赤都总管，同知、至中、府判各一员，经历、知事、提控案读各一员，掌人将一万三千有骑，遂半税粮皮货、采捕野物应药，以供内府。至元十二年，赐东宫卫下，遂以征定所立总管府仪。至大都，立詹事。十六年，合并所管之户，至都总管以总治之。三十一年，詹事院罢，立徽镇。至大四年，立崇祥院。延佑六年，又立詹事。天历元年，立楚庆史司。至顺元年，改属公乡府，管领上都等处打捕英防纳棉等户大使司、大使、副使各一员，管领顺德等处打捕英防纳棉等户提领所、打鲁花赤提领、副提领各一员，管领济宁等处打捕英防纳棉等户提领所、提领、副提领各一员，管领大都左右巡院等处打捕英防纳棉等户提领所、提领、副提领各一员，管领固安等处打捕英防纳棉等户提领所、提领、副提领各一员，管领中山等处打捕英防纳棉等户提领所、提领、副提领各一员，管领极南等处打捕英防纳棉等户提领所、提领、副提领各一员，管领德州等处打捕英防纳棉等户提领所、提领、副提领各 PG 1516一员，管领益都等处打捕英防纳棉等户提领所、提领、副提领各一员，管领大同等处打捕英防纳棉等户提领所、提领、副提领各一员，管领济宁等处打捕英防纳棉等户提领所、提领、副提领各一员，管领新河等处打捕英防纳棉等户提领所、提领、副提领各一员，管领静宁等处打捕英防纳棉等户提领所、提领、副提领各一员，管领顺州稻田提领所、提领、副提领各一员，管领怀庆稻田提领所、提领一员，管领潭州等处打捕英防纳棉等户提领所、提领、副提领各一员，管领大宁等处打捕英防纳棉等户提领所、提领、副提领各一员，管领济州等处打捕英防纳棉等户提领所、提领、副提领各一员，管领真定等处打捕英防纳棉等户提领所、设官同上，管领赵州等处打捕英防纳棉等户提领所、设官同上，管领保定等处打捕英防纳棉等户提领所、设官同上，管领济州等处打捕英防纳棉等户提领所、设官同上，管领汴梁等处打捕英防纳棉等户提领所、设官同上，广演库大使一员，管领华山探长所大使一员，善公司至正三品，清二员，少清二员，成二员，经历 PG 1517
知事赵摩坚提控案读，管勾陈发价格各一元，令使四人，一使二人，知应二人，窃礼马赤一人，典吏三人，掌人将营造之。是天历二年至，其属复见。金玉珠翠提举司，达鲁花翅提举，铜提举，副提举各一元，立木一元，司隶四人。大都知染提举司，提举二元，铜提举，副提举各一元，立木一元，司隶四人。大都杂造提举司，达鲁花翅提举，铜提举，副提举各一元，立木一元，司隶四人。副仓库大使一元，副使一元，库子二人，攒典一人。内史府至正二品，内史九元，正二品，中尉六元，正三品，司马四元，正四品，资议二元，从五品，记事二元，从六品，赵摩监管勾陈发价格库，从八品，院十八人，议史四人，知印通事各二人，宣史五人，典吏二人。至元二十九年，封晋王于太祖嗣沃尔多之地，改王父为内史，至从二，至官十四。元延佑五年，升正二品，给印分司京师，并分至官署。延庆司至正三品，掌王府祁壤之事。史三元，正三品，同知二元，正四品，典部一元，从七品，令十二人，议史之。印通事各一人，奏差二人。至元二十七年至段氏官，至正三品，李王府辞送之事。段氏官一十六元，正三品，经历知事各一元，令使三人。典军司至从七品，掌控贺百二十有六人，典军二元，副使二元。大德四年至，随路诸色名将打捕英防都总管府，至正二品，总司沃尔多为下户记名将造作之事。达鲁花翅二元，都总管一元，同知一元，副总管二元，经历知事提控案读各一元，令使四人，奏差二人。至元二十四年至，官吏不入常调，凡沃尔多之事。PG 1518。复置四总管以分掌之。管领保定等路阿哈探马儿诸色人将总管府，至从二品，掌太祖大沃尔多一切事务。达鲁花翅总管，同知副总管各一元，知事一元，立二人。至元十七年至，管领曹州东平等路名将提举司，至从五品，达鲁花翅提举，同提举，副提举各一元。至元十七年至，管领大都纳棉提举司，至从六品，达鲁花翅提举，副提举各一元。至元十七年至，管领上都大都奉圣州长官司，至从六品，管领出征军五十有一户，达鲁花翅长官各一员。至元十七年至，管领保定之染局，至从六品，管将一百有一户，达鲁花翅提举，同提举，副提举各一员。至元十七年至，管领丰州捏纸局，头目一员，掌织造花毯。
至元十七年至管令大捕阴房名将达鲁花赤总管府，至正四品，长二皇后。沃尔多为下岁赐财物造作等事，达鲁花赤总管，同知副总管，知事各一员，立二人。至元二十一年至管领口子以北长官司，至从五品，长领户籍二百有六，达鲁花赤长官、副长官各一员。至元二十一年至管领随录诸色名将达鲁花赤等官，至正五品，统名将一千五百二十有五户，达鲁花赤总管、同知、副总管各一员。至元二十一年至管领随录打捕纳棉名将长官司，至从五品，长名将一百七十有九户，达鲁花赤长官各一员。至元二十一年至管领大都名将提举司，至正七品，长名将二百有二户，提举、同提举、副提举各一员。至元二十一年至管领涿州城警局人将提举司，至从五品，领将一百有二户。达鲁花赤提举、同提举、副提举各一员。至元二十一年至 PG 1519管领河间名将提举司，至从四品，长名将二百一十户。达鲁花赤提举、同提举、副提举各一员。至元二十一年至管领河间沧州等处长官司，至正五品，领户籍五百四十有八，达鲁花赤长官、副长官各一员。至元二十一年至管领河间临邑等处军民长官司，至正七品，长军民二百有二户，达鲁花赤长官、副长官各一员。至元二十一年至管领随录诸色名将打捕阴房等户总管府，至从四品，长太祖沃尔多四季行营一切事务，达鲁花赤总管、同知、副总管，知事各一员，司隶二人。大德二年至管领涿州等处名将一警局，至正五品，长名将一百五十户。达鲁花赤提举、同提举、副提举各一员。大德二年至管领上用之染局，至从七品，长工匠七十有八户，提举、同提举、副提举各一员。大德二年至管领上都大都区米等长官司，至从七品，领名将七十有九户，达鲁花赤长官、副长官各一员。大德二年至管领张德等处长官司，至从七品，长名一百一十有七户，达鲁花赤长官、副长官各一员。大德二年至管领上都大都等处长官司，至从五品，长名二百六十有一户，达鲁花赤长官、副长官各一员。大德二年至管领泰安等处长官司，至正七品，长名一百有一户，达鲁花赤长官、副长官各一员。大德二年至管领曹州等处长官司，至从五品，管名一百有五户，达鲁花赤长官、副长官各一员。大德二年至管领随录打捕阴房诸色名将妾连口总管府，至从三品，长
太祖四皇后为下四季行营，并遂赐造作之事，达鲁花赤总管，同知副总管各一员，经历知事提控案读监照模各一员，司隶二人，延有五年制。PG 1520。管领大都上都打捕英防纳米面提举司，至从五品，统领190有五户，达鲁花赤提举各一员，延有五年制。管领大都涿州之染提举司，至从七品，掌领90有六户，达鲁花赤提举各一员，延有五年制。管领河间路青州人将提举司，至从五品，掌户籍230有四户，达鲁花赤提举各一员，延有五年制。管领随路打捕英防朱色名将总管府，至正四品，掌北安王。为下岁赐钱粮之事，达鲁花赤总管，同知副总管知事各一员，至元22年至。管领大都等处纳棉提举司，至正七品，掌纳棉户籍700有三户，达鲁花赤提举副提举各一员，至元22年至。管领大都等处金玉名将稻田提举司，至从五品，掌纳棉人将520有一户，达鲁花赤提举副提举各一员，至元22年至。管领大都苏州等处打捕提举司，至从五品，掌打捕户籍名将600余户，达鲁花赤提举副提举各一员，至元22年至。杂造局至正六品，达鲁花赤一员，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，至元16年至。窃连口朱色名将达鲁花赤并管领上都纳棉提举司，至正五品，掌叠指握耳朵。为下窃连口朱色名将即遂赐钱粮等事，达鲁花赤长官，同知副长官各一员，提控案读一员，上都人将提领所，至从七品，达鲁花赤提领同提领副提领各一员，至元24年至。上都大都提领所，至从七品，掌本位下窃连口等事，达鲁花赤大使副使各一员，至元27年至。归德长官司，至从六品，达鲁花赤长官副长官各一员。 PG 1521。 至治三年至。管领上都大都朱色人将纳棉户提举司，至从五品，掌握耳朵。为下岁次等事，达鲁花赤提举同提举各一员，至元17年至。至用库，至从七品，提领大使各一员，副使二员，至元27年至。提领司，至从八品，提领三员，副提领一员，至元11年至。上都人将局，至从七品，达鲁花赤二员，副使二员，至元27年至。诸王副官，宽彻不花太子至齐王位下，凡45王，每位下各设王副、副位、司马三员。副位为宽彻不花，也不干沃罗温孙三王有之。自此以下，
皆称福位，别于王父之下，司马之上。而三元并设，又多寡不同，或少至一元，或多至三元者，其王则又独设王父一元，都护府，至从二品，掌领旧州城即位无儿之居汉地者，有词颂则听之。大都护四元，从二品，同知二元，从三品，副都护二元，从四品，经历一元，从六品，都是一元，从七品，赵摩奸臣发价格库管勾一元，正八品，令十四人，一十二人，通是知应各一人，宣十四人，典吏二人。至元十一年，初置位，吾儿段氏官，至三品。十七年，改领北庭都护府，至二品，至官十二元。二十年，改大理寺，至正三品。二十二年，复为大都护，品质如旧。延佑三年，升正二品。七年，复从二品，顶官至如上。崇福司，至二品，掌领马儿哈席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四祭享等事。司使四元，从二品，同知二元，从三品，副使二元，从四品，司乘二元，从五品，经历一元，从六品，都是一元，从 PG 1522。七品，赵摩一元，正八品，令十二人，一使，通事，知应各一人，宣十二人。至元二十六年至延佑二年，改为院，至领院，是一元，审并天下也李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，悉以其事归之。七年，复为司，后定制以上官员。